叔，这件事儿起因都是因为我写的那封信，我对不起您。哎，幸福，快快快，不用不用不用，快坐下。哎呀，饿了，凉了啊，有点凉了，不等一下。哦，是吧？热热热。嗯，又要吃饭了啊，吃。妈，爸。哟，哎呀，幸福，你咋回来了？我跟管理师他们去石桥出差，正好路过咱家，就跟他们请个假，回来看看你们，还有小豆子。来来来，找妈妈。豆子，哎，看看妈妈，嗯，还认得我不？想妈妈吗？他要是能说话就成精了。哎呦，妈，乖乖，爸真是辛苦你们了。哎呦，等我们再多挣点钱，就把小豆子接到城里上幼儿园，你们也松快松快。豆子是我们的命根子，你要把他接走了，我们倒不松心了。嗯，哎呀，嗯，妈妈这是，妈妈来了。嘿，关书记，谁呀？嗯，谁呀？哎，我来看你来了。又幸福了。哎，我给你，哎呦，没事。哎呀，又还，怎么还带东西、啊？我给您带来的，我这来看您也不知道送什么合适。哎呀，你这是太客气了，啊，哎，快坐，坐坐。哎呀，不用这么客气啊。这算客气啥呀？我还吃了您送我的劳务金呢。这事儿你还记着呢？哎，那个，眼前庆来还好啊？啊，庆来在上着班呢。我以前答应过你婆婆一件事，说这个让庆来上厂子里上班，这个事儿呀还算数，啥时候想回来那就随时回来。书记，哎，哎呀，谢谢您还一直惦记着我们。哎，那件事儿，哎呀，这个事啊不提了，就算告的是我，你做的也没错，是叔没有把工作做好。叔，这件事儿起因都是因为我写的那封信，我对不起您。哎，幸福，快快快，不用不用不用，快坐下。哎呀，幸福啊，叔也想过这个事儿，你是个好孩子，哎，叔欣赏你身上这个劲儿，正直、讲理和善良。在外面也好好干，干得多好也别忘了咱万家庄啊。哎，也给咱万家庄做做贡献啊。嗯，那肯定的，我就是万家庄的人，我不管跑多远也离不了这个根儿，您放心。好孩子，这话说记下了。